好意思，这个钢琴是贵重物品，把你的包包放在这个琴架上，好吧？肯定让我绑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个如果你要试琴或者你要买琴的话，我们都会为你提供方便。我哪个意思啊？讲一遍，滚我马不去了。没有这个意思。根本我马了脚绑了对不啦？我马了脚绑了对不啦？根本绑好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绑好。哎，小姐。我找你啊。你好，我是这边的店长。 哪能啦？您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营业的。公道是哪能办啦？是哪里也不懂规矩好吧？过个清爽好吧？如果您还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叫我们这边保安了。哎，侬眼睛上上毒好吧？我生意啊，侬看我抽身价多少啊？一台钢琴呀，买下来好了，几钿啊？烦死脱了，闲话介多。喏。 我买我随便啥好了。小姐，如果您确认要买这架钢琴的话，这是我们的市场为 CR7， 零售价106万。啥么子啊？要106万啊？啥市场位啦？要买哈几钿啦？侬当我巴子啊？看有钞票追我了？哎，侬来做啥？你啥？管他去哪？